来拿一下这个东西，祝福。这什么？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干嘛？我现在是拳王是不是？攻击速度加20%。我是有看到我好像火箭拳东西出去这样啊，然后嘞。实战啊，我饭来了。阿布攻击速度加20%，我怎么觉得？来了，加个暴击威力 ，Go Go！哦。你去调成中文啊！我前几天也是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英文啊。等一下，这什么？这把武器杀回啦！哎、欸，忘了知道干嘛的了、欸。他好像会蓄力一段时间，然后我就可以左键了、欸。是吗？对，然后一拳出去，哈！好霸气的武器哦，我的天！好亏哦，怎么用到这把武器？而且要左手才能用。子弹会变大。笑了吧！我的天、啊，我可以把这把武器献祭回去吗？这把不是说很好用耶、欸。哇！一拳呢、欸？有没有强？受伤，白痴哦！我真的觉得这武器很好笑，万般带不走啊！啊，没办法。哇，去死啊！可以啊，以前真的可以带走哎、欸，以前我就是都把那个纸，哎、欸、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以前有那个红色的镰刀，我都把那个带走来用。这个武器，还我小红色镰刀哦！
啊，不是攻速加20%的骗我，要死掉了啦！哇哇，一拳！哇！冲啊！哇！哎呀！等一下啦！怎么不是我打他，是他打到我？哎，优越！现在都可以啊。对啊，现在是我要先练到30等，我要有天赋问题。你看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你祝福他，他会说“我靠”。好啦，等一下我的天赋吧，在这里训练五点哦。这个要20点。就这个啊，死亡后可以带走一个道具啊，我都会点这个。啊，不错的东西。关个电风扇，好冷啊！然后吃一口饭。我要吃炒饭，然后是已经剥好虾子哦，不是虾仁炒饭，是虾子炒饭哦。你都是000。1020，我看怎样看一下。哎，最后一个不是跟钱有关的吗？我看一下。20。很冷，所以我开电风扇。啊，现在变天了，所以我会冷了。Are you okay？ 那、啊、你都用哪只过关的啊？问问而已啊。你跟我讲说，一开始的角色也是哦，这么厉害哦。所以通常点满。最右边都可以加、欸。
重点就是我没有卖枪的啊，我只能去先看商人有没有卖枪啊。那个是要在距离外才用的，不对。吃小鸟。没有啊，所以我现在都先练等级啊。反正这个游戏是我没有过就会尖叫的游戏，会崩溃的。所以想听我崩溃的话，就玩这款哎、欸、就好了。会有一个圆圈哦，对啊，我想说奇怪，不可能是在范围内攻击增变强吧？我记得这游戏不是这样设计的啊。上角公平，上共，等一下哦，去吃饭。可是就是前提要有枪啊，我现在没有你说那个枪械店啊。吃啊、哦，吃好吃满呢，白吃哦，好吃。我忘记，哎呦。冲刺数加二哦，呜，好棒哦！哎，冲到满哎，好爽哦！不爽了，不爽了，不爽了，不爽了！被打到太多下，不爽了。
哇！每秒每50体力增加10威力。哎呦，先上班去，好，拜拜，慢走。走开哦，走开哦。